到底是要猜倒一个？黄昏知己满世界，我永远摆伫上后尾。昔日的雾摆甲遮精致，看你甲伊先拆倒一个？黄昏知己满世界，何时轮到我送的金杯？借问敢有人伫咧？敢有人住伫你的心肝底？我嘛是有情人探听过，原来你才知影咱是真输配。借问敢有人伫咧？敢有人住伫你的心肝底？免惊歹势，也免敲电话，爱我就甲阮斗阵饮二杯。借问敢有人伫咧？敢有人住伫你的心肝底？陈水已经有心啦，已经要四个月啊。上好，林春水把三姐讲的，还是白的。我好心收留你，竟然救出我的囡仔！我叫老师，你别动我，我去。阿姊，报上，你哪在这？请问，你就娶阿姊啦？你大狐狸，陈永德。阿哥无下款，真正有够地。阿姐，阿姐，无去啊！春水，你回来啊！我已经决定要请伊做家父的礼母，因为是春水指定的。家父啊！你给我！金宝，你叫大夫。好，大夫，大夫。无想，你到底是要创啊？竟然将家父吞干呢？你心肝哪这浓毒？亲们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是这个查某。老爷，我只是抱小姐来到这，刘玲就给我骂，搁要用烧水把小姐烫。伊讲小姐若死，伊巴肚内囡仔就是王家的继承人。我们才赶紧带小姐离开，但是小姐也是气候破掉啊。我无，亲们。真的是你说的，你刺激我，我这刺激你，你说看看，你是说哪一个刺激你啊？我不是家父的事情你也都不用管，有听到吗？红场啦！你家己来找死，真好！你搁敢来？你是你？你想袂到会看到我哦！我早就知影你住伫遮，我是红场乡下阿兄红坤。我叫我小妹伫目遮，就是爱予你看到伊的面，想着我，想着你家己是一个无清气的查某，想袂到你伫为难我的小妹，真正是一个会见笑的查某。你真是，你真是不了，你真该死！我该死了。像我囡仔，改造是王清文考虑。我有着啊，王清文哦，就是一个乌龟啦，伊是一个大乌龟，知无？啊！快听，我就是在讲啦。阿姊，阿母回来啊，伊叫你去伊的房间。
奇怪，啊，这个房间哪有一个查甫人，而且哪会这么明显？阿姊，阿姊，你是安怎？你哪会把我打啦？这厉害呢！你咧找迄个人哦？伊拄则走出去啊！金宝，你拄则有看到伊？嗯。这件代志，你绝对袂当甲别人讲，尤其是亲文。嗯，是安怎？袂用讲，因为是鬼，是鬼。你若是甲别人讲，因啊，伊就去找你哦。鬼会来找我啊？安尼我莫讲，我莫讲。你才有鬼，你才有鬼，我要赶紧出去啊！你才有鬼。我想起来啊，伊就是甲好心阿姊杀入去山脚迄歹人啊！你确定？你无看唔着？就是伊啊！我有夹伊个脚，要唔过，啥啊？伊是红条啊！伊啥是红条？金宝，金宝。啊你即马吼，赶紧找亲文，甲你拄则讲的，我讲一解，紧来，行。这是代表有家会在人领啦。嗯。啊，搁有啦，你莫搁安尼气温无上嘛啦，哎呦，亲文讨厌。你若继续安尼哦，我就无爱甲你合作啊哦。你讲卖就卖哦，你嘛袂记哩。我手中还阁有合约书，若是我有亲眼看，你吼随后赶出去啦。这，惠弟哦，我无想要哦，继续甲你骗亲眼啊啦。恁骗我啥？老杨。老爷，是的啦，是我唔对，请你原谅我。今麦才知影唔对，已经上班啦。拄只哦，金宝去证明，你就是甲春水杀落山脚凶手。老爷，我无安尼做，请你相信我，请你一定相信我啦。你拄只讲你是冤枉的，想做今麦阁要开始嘞？阿想，我是去予你发现着这碗人凉，唔只是恁家己唔对，我可能是我的所在，你水无够多，无够小只灵，我惊我甲你讲，会予你赶出去，唔只叫老夫人替我求别人泥水来代替，你搁咧搬戏啊？金宝已经认出。你卡面顶有伊嘴皮加鸡上粉啊！你哦，就是心虚才会下判我，搁讲遐尼烂的理由。阿母啊，紧甲伊个白草花跳破！我，假使我这个时阵，把所有的代志拢讲出来，亲文一定袂原谅我的。
讲啥啦？红条，确实在求我，叫我莫甲这迷醉的代志讲出来。啊，不过我是想讲哦，袂用阁骗一遍啊，才会叫伊哦，莫讲白贼啦。阿母啊，你竟然替伊讲白贼！好啊，红条，迷醉的代志先莫讲。你敢会当先把你的杯仔腾起，互大家看卖？会用的。红条，你有啥物要解释？金宝啊，你讲迄个人是查甫也是查某，真正甲我生甲足共的？查甫的，唔生了安怎？我无看有清楚呢。你唔看红条是查某的，这两个唔是同一个人啊？你是不是看唔到？也唔过，因为身材就像的啊。哎，你现在够脚迄伤的。你卖俩真讲哦，我唔知影你有一个相信阿兄的代志，你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做歹代志。相信阿兄，我家己拢唔知影呢。宝祥，你哪知影有相信阿兄？你伫倒位看过伊？讲啊！我知。迄天有一个查某人为阿姊的房间走出来。金宝，你莫乱讲话！金宝，把代志讲清楚。阿姊佫甲我讲，迄个人是鬼，害我就惊的。你真正看到一个查甫为房间出来？你還有什麼好解釋的？親文，我是有苦衷的，我沒辦法跟你說，不過我保證，我沒做這件事情，我若是有做，我願意真替人放水流。那這樣你咒詛，你在當大爺面頭前咒詛，說你腹肚裡的囡仔是我親生骨肉，敢無？你不敢，你竟然偷看兄让我王清文做五句，让我在外面给人起笑。来人啊，将你夫人关起来，让我的命令上都不能放出来。是。清文，你要相信我，红条也不是这么好人，他来这一定有目的，我是怕他会伤害你跟家父，你要相信我。出走。是，有点是。清文，清文。红条，大夫安怎讲？大夫讲，小姐应该是看到，只要药啊啉落去，应该无代志啊。辛苦啊，你照顾小姐嘛，照顾全家啊，较早休困。老爷，你是安怎？无代志啦，只是胸胸感觉头壳足晃的。老爷，你精神啊？我哪在吃？你的烧已经提啊，安尼上好啊。我嘛发烧啊。一定是这几天你伫来关心家慧，予伊胃着啊啦。对啦，家慧咧。那已经退烧啊，即摆伫睏呢。有代志就好了。
奇怪，我的头壳哪会这狂啊？老爷，我扶你回去房间好困。我好了，我好了。老爷，还感谢你呢。你看，你看，咱家老爷可能真紧就要再娶一个啊。这个洋场吼，看起来真有手段，咱哦较细意，千万哦莫得失掉。嘿嘿，做事做事。奇怪。最近提物件拢提袂在啊！老爷，先休困一下，让我加汤啦。多谢。那安尼啊，我最近手拢无多自然呢。老爷，我想最近发生这么多代志，让你足烦恼的。你应该多休困一下，谭小林啊。多谢。老爷，老爷，迄二夫人吼，一直插要找你，啊，安尼要安怎？就算讲伊脑壳较破去啊，我嘛要插伊啊。我是阿婆，我是阿妈，我是阿婆啦。阿婆，阿婆，阿婆，你继续帮我跟我出去，跟来阿婆。好好，我今晚下就告诉老公，我等叫你出来。玫瑰啊，莫再怕啦。那不是因为你哦，阮宝祥嘛要让人怪伊车的。秋桂啊，我跟你讲。我已经拿到亲门金库的钥匙，把钱拢偷提出来啊！咱就照进前约束，一人一半。讲真实的，是讲迄种亲门，哪有可能这么好对付啊？你放心，我已经把你的部分藏在后花园啊。假使有遐个钱，我嘛无遐种亲门啊。我一定马上带宝祥离开王家，卡变伊伫家受苦。好，恁去找我去。嗯，好。宝祥妈，阿母看我这里看你哦。阿母，伊不是好人，你莫对伊去。伊即马对付我，煞就对付你个亲门啊！刚刚你阁要好伊利用，阿母。行行行，紧行啦。阿母。较紧的啦。在遮。这就是我的衣服哦。是啊。赵秋桂，你不是就爱钱的？我即马甲遮物件，互你做手买钱啦！哦，你死了后做一个有钱鬼。我求你放我出去，我无得再过啊！我求你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！你放心啦，我一定好好对待春水，绝对哦袂亏待伊。假使我若无做甲到，就给我
吃了不好死。我阴阳，我当初的酒桌，这是我的报应，我的报应。灰娘是流传在台湾民间特殊的力量知识，是为着要阻止懒散过身的妇人人，将一部分放下，踮利用世间的囡仔转来饲灵。在咱台湾吼，这个传统吼，那过身啊，一般咱都是用香葬。咱这个妇人家吼，那一个生产过程当中来过身去了后，哦，惊伊会转来带这个囡仔，因为惊讲这个妇人家过身也烦恼这个囡仔无人要饲，所以啦也来带。一般吼，咱商家就是拜托这个法师哦，用两块粉仔碗来施法，好了后呢，嵌伫咱这个吼过身的妇人家的胸坎，还是讲用一个纸人，还是这个布的这个娃娃，互伊来扎去。让他不要来撩乱这个囡仔，让这用世间这个囡仔会较好养饲。这种传统的力量方式，主要是希望到点用世间的亲人会当安心。对复杂的力量知识，也当看出台湾人对过往亲人的敬重。庙口的小巷，干妈店内面，问我心爱的春娇伊。我足怀念少年时，初恋甜甜的阿婆阿水。我天生就浪漫，情怀细腻，感谢有你陪阮身边。你深情的细蜜露有少年开，海角那头洗一遍。咱的梦，船桥爱随意。行到白发时，你缓缓步离，做我抹袂去你的水。